非常好棒啊。可是这啥人见走到一块儿也不够卖一张门票啊。我有办法，你们听我的。那漂亮的妹妹，假如你让我穿人出去免费玩一回的话，我将送你这朵玫瑰花，我陪你去喝下午茶。没钱买票也敢穿混？这个大衣太危险了，小一朵，你好好让我给你想个法儿。你看咱可是老乡，我想给你做个交易。啥交易？这是俺从家带来的新鲜鱼翅。大姨，如果你让俺俩进去的话，这点事儿都给你了。傻流氓啊！小银豆，咱走吧，别来这玩了。我说，涛涛，你这练的是哪门邪功啊？轮到我来就知道了。涛涛，你可别在这走路了啊！这人都嫁不出去了，你都。